本期爆笑体育将为您带来运动场上的各种离奇失误和受伤。也许您只是坐在那里，也许你投入其中，也许失误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妹。总之，没有最离奇，只有更离奇。一切精彩尽在本期爆笑体育。爆笑体育让您笑不停。有观众朋友们建议我们节目可以插播一些防皱抗衰的护肤品广告，说是对口。因为爆笑过后啊，最难过的就是皱纹的增加。怎么样，看了几期节目之后，您的皱纹增添了没有？相信看了本期节目，您的担心就是多余的了，因为啊，根本没得治了。今天要和大家说说失误。各行各业都存在失误，其实做新闻播音员啊、节目主持人啊、体育解说员啊，失误的故事就太多太多了。去年六一啊，我的同事三儿，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三儿啊，去做一次留守儿童运动会的报道。三儿是前方记者啊，我们这三儿是多功能，什么都能干啊。主持人上来就说，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就连线一下在前方的记者刘三多。三多你好，说一说孩子们比赛的情况吧。三儿说，好，孩子们的表现非常积极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六一过得太有意思了。那冠军的奖品是什么呢？三儿说，老师们很用心，为了鼓励孩子们参赛，只要参加就能获得学校赠送的 Mini Cooper。 大家都傻了呀，这是什么学校这么阔气，要不我也化妆成孩子参赛。其实啊，校方赠送的是 Hello Kitty。 一时情急，三儿把这个说成了 Mini Cooper。那样的话，就别说孩子们了，我都得报名去。主持人一看，这三儿太紧张了，就改问啊，说：“你身后是夺冠的孩子们吗？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呢？”三儿说：“他们正在留影合念。”主持人一看这三儿紧张的语无伦次了，立刻转过身来，我只想说一句，感慨一句，多孩子好子们呐，多好的孩子们呐。好，我们现在电线连话一下，电话连得。三儿是把主持人也给带沟里去了。播音员、主持人、记者都是吃张口饭的，嘴上出错就会闹笑话。那运动员呢，又要靠胳膊，又要靠腿，又要靠脑子，又要靠嘴，哪一方面出错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啊。嗨，嗨，对，没错，就是瞄准这儿。嗨，嗨，对，没错，好，来吧，嗨耶！作为跆拳道初学者，多比划几下没问题，但一定要注意重心呐。我的偶像是李小龙，我的特点是从不轻易出招，一旦出招立即致命，这就是我们截拳道的精神。我懂。其实跆拳道比赛当中最容易受伤的不是运动员，而是裁判。我没事，我很好，好了，还能继续比赛，好吧。你们两个站到位，然后好，该怎么打还怎么打，别怕踢到我，我已经好了，开始。你们两个怎么变成四个人，怎么让我们向这位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裁判致敬。我比赛时很积极，即使扣篮不进也要积极回防，教练说一定要盯着运球队员，要盯着球看，盯着球。哎呀妈，我都不好意思看了，智商余额严重不足。现如今谁是 CBA 的最大腕，当然是马布里。如果你想和老马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，请立刻拿起电话报名参加我们的啦啦队吧。这段视频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，我们的广告语就是老马老马，我来了。